情就是在寒冷的气温之下呢，泡好汤是你首要的。那如果想看到泡好汤首屈一指的宜宁，当然非宜兰的礁溪美人汤莫属了。尤其在2021年，我们的礁溪汤呢，汤泉获得我们十全十美的清泉奖，还有最佳新创奖第一名的殊荣。所以呢，这么多的开心的事情，一定要和大家热情来分享喽。所以呢，今年2021年的东面南洋温泉季，从12月3号热情登场之后呢，我为期10天的时间，陆陆续续为大家跟上所有热情幸福的系列性的活动，包含我们12月3号即将揭开序幕暖场登场的祈水感恩礼，我们感恩老天爷给我们这么棒的幸福美人汤，还有12月4号的大家非常期待苏雨波波的收藏机构一起来共襄盛举的彩街嘉年华的热闹开幕礼。我们感觉东面南洋温泉季也当代表着美食、观光、文化、艺术，这机会呢，也当来吼，共同来行销宜兰。啊，咱来买满额，啊，咱就拿五星杰出书件。啊，而且呢，啊，对着咱来这大溪乡呢，那咱们南丰大溪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金钱汤。啊，所以呢，咱来是对咱的中国来当变冠军第一名的吼。啊，所以呢，这就是刚才咱各乡亲是讲认同啊，就咱的啊江西乡啊，咱的十大美食啊，做十大温泉哈，来当得到第一名，这是当共同。大家非常的欢喜嘛，非常的感谢。那而且呢，那这个办在咱的2021的咱的这个东面南洋温泉季，登记12月3号哈开始，啊，咱是大彩街、小彩街，啊，欢迎大家共襄盛举。一旦吼，咱的这大街乡呢，因为你来来，感觉非常的光荣。啊，而且呢，啊，咱的大街咱的这主要美食以外呢，啊，咱的住宿都非常的棒。咱有满满的信心啊，要来带动着咱的经济，带动着咱的欢迎，带动着咱的观光，带动着咱的美食，啊，让市场共同发展，这拢非常非常感谢。重要呢，咱嘛希望呢，大家拢总爱来咱的大街乡，会当让咱大街呢，啊，当哪来哪好，啊，给咱今仔日的大会万万顺利成功，啊，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大家，多谢，谢谢。杨总，对我环境有部分的关怀，这两年啊，这个疫情来讲，对这里数位，尤其是作家、餐饮业。尽量非常非常，大家嘛共同来创造宜兰的骄傲，大家共赢，感谢来，谢谢。所以讲吼，来大家吼，一定要来泡温泉。而且咱刚刚主席有讲嘛吼，进这个温泉吼，从脚步开始温暖，就可以保暖我们的身体，来促进血液循环。呼吸的这个爬毛古道公园夜景有这样灯光，这个灯光雕秀，还有呢白天呢也可以这个五峰旗啦吼，爬毛古道都可以来做健身。所以宜兰礁溪呢是一个健身，而且能够促进经济商业的一个好的繁华的一个城市。邀请我们的绿芒组长上台，我们感谢县府县长。将每年的东炼温泉季都办在礁溪，也感谢县府县长对台湾好汤活动的协助支持。来礁溪轻旅行吧，暖冬泡汤最疗愈，礁溪温泉灯花季，越夜越美丽，与你相约在冬季。也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努力拼出宜兰的好经济、好生活、好环境，感谢大家。2021年东面南洋温泉季，一定要来泡好汤，吃美食佳肴哦！好，10点了。